Good morning, Jesus！耶稣教真系你姊妹，大家嘛够早。而且去荷兰撒个做来看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。但我知影恁心内无有上帝听，这是一句何等咱需要来提醒咱家己的。灵修的生活是荷兰建立个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咱若无法度享受着上帝听，就无容易来维持着灵修的生活。这就亲像咱以前咧交往的时阵，咱咧写这个经批，对着对方所写来的批，咱就每一字每一句伫迄个所在读真久，并且去思考迄个背后所代表的意思甲意义。读圣经嘛是安尼，读圣经就亲像咧读真批，因为咱听咱的天父，听即位为着咱写命的主。咱伫即摆当咱咧食饭祈祷的时阵，咱讲感谢主赐我饮食。真正背后，咱是出于甘心，还是咱敢若参像一个仪式共款，无祈祷感觉怪怪。咱的生活中间根本就无烦恼食穿，咱有当时咱伫做祈祷的时阵，敢真诚是出于对着主的感恩呢？法利赛人甲税吏伊嘛祈祷，但是咱看见着伊的祈祷的背后，敢有需要主的感觉？逐间祈祷的超人就参像一支两来的剑。咱会当成做祝福，嘛会当成做一个律法主义。所以，互灵修生活无成做是一个仪式。那安尼时阵，咱就爱参照这段圣经的内面所对着咱的提醒。咱来问咱家己，咱的心中敢真正有听？兄弟姊妹，当上帝听你，你感受到伊对你迄个完全的听的时阵，那安尼你有法度享受伊所互你的听。如果听那是干那单方面的付出，上帝干那听咱，咱对伊无回应的时阵，这个关系就真无法度来维持。所以，你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我拢真期待，咱会当一点啊，一点啊，搁较侪经历着听主的滋味。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的灵帮助着阮，对着你的话语，感受着你的听。在祈祷的中间，会当明白，并且完完全全，阮知影，阮袂当离开你。就恳求你继续锻炼阮每一日的生活，也帮助着阮建立甲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愿主祝福新的一日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甲你的一家。